见面用就问你个食饱未？拄伊变数上就问你食饱未？哎，实在是中国人只为了吃饱而已。所以哦，不要跟中国人啊计较太多，没有用。你知影讲满汉全席一头来，慈禧太后唔捌食过满汉全席，你知影？因为满汉全席是这个人创造的。接下来是李德喜啊，他在相声的时候把这些菜名啊报了一遍，让大家说：“哇，你报的是满汉全席。”迄阵叫满汉全席，慈禧太后是唔捌食过满汉全席。这个王朔，中国的作家，你说很多事一直都在验证中国人是猪这个事实。说中国人啊是猪啊，感情上不能接受，但是啊他妈的很多事一直都是验证中国人是猪这个事实。你不切换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，他光就知道埋头赚钱，谁死了都跟自己没关系。一旦伤害到自己哦，马上就惨叫，有什么必要？对啊，我呢，讲咱不配做中国人，咱台湾人真正是不配做中国人，因咱做不起。因中国安怎是猪呢？从他们的文字就看得出来，家怎么写？中国字就是这一点神奇，好看又像意，哦，你的家屋子里面哦，通通是猪哦，才能叫做家，对不？啊，恁家无饲猪哦，恁家若无猪吼，恁家会使叫做家。那中国人每一个家统统养猪，因为哈，他们什么叫做家，你知不知道？他们的解释哈，你字典拿起来查，什么叫做家？家就是哈，亲人共同生活的地方。啊，你的亲人都是猪，那你是什么？这个。美国的一只牛羊，伊有这命可惜的。自细汉吼，伊就甲狗斗阵生活，饲了一定爱甲囥群啊，无伊唔食。伊搁认为伊家己是一只狗，你若无食饲了，伊唔食，我爱食青菜，我爱食草，伊认为伊是狗。不过伊逐摆咧叫的时候叫妈妈，伊袂睬这只狗咧吼。这较早，这中国人安那散散个啥程度？这一代船吼，千里迢迢个载去到美国做奴隶。这载一车去到美国，十个死四个，这内底死一半。啊，你敢讲要去做奴隶就会使去？无遐简单嘞，你还要买船票嘞。敢若即摆要去美国，还要买飞机票嘞。这敢有钱人要买船票？无嘞，因咱家己卖会掉。把自己先賣掉，才有錢怎麼買船票，啊，才可以去美國做奴隸。去做奴隸的時候，人美國人是不愛這些黃種人的，這些黃種人吼，比黑人較袂做，比黑人較好吃，所以不愛請黃人，黑人較有力，閣食較少，所以咧買奴隸的時候，黑人一千。啊！若这样，一个400，两个800尔，啊，
一千块变做找两百呢？因阿无爱请这呢，因要请乌人。即个老个传人咯，祖孙还没品，即个都是老个传人。你皇帝时阵哪有啥物老个传人？老个传人干我才会使讲。你是老个传人，斩头。连迄个黄梅庙的对无？迄个梅龙镇庙，皇帝哦看到迄个汤鸡娘。哎，你这个老板娘漂亮，很好。计划哦，你说我刚刚不在家，今天不卖酒，不卖酒可以吗？我马上办理。怎么办？你犯了欺君之罪。我哪有？我哪有犯欺君之罪？有啊，你的店名叫龙凤，龙凤酒店呢。龙凤就犯了欺君之罪，我要抬你头，足简单的，你要见面，只好嫁。所以啊，皇帝才是上大的。这些人呢，去美国，去铁路。对啊，你家己上网查一下华工史，嚯，这相片哦。那起好啊，嘛无伊个相片。起好的时阵哪有啥物人个？起好的时阵啊，哎，你无中国人个功劳啦。即摆在起新的迄个运河，嘛是爱叫伊去起。尼加拉瓜运河，叫巴拿马运河起好啊！巴拿马运河迄阵起嘛，叫中国人去起啊。即嘛新的尼加拉瓜运河哦，要为遮起啊。啊，巴拿马伫遮，因要起一条新的，嘛是叫中国人去起。拄开工啊，啊开工了，我讲吼，中国人上济，要挃偌济人起拢嘛没有问题。一个假博士上翘，伊讲：“哎呀，你们中国人喜欢当奴隶啊？没问题，我不用你买机票，不用你买船票，我写订单给你们，不赞同？我写订单给那个郭台铭，然后你们就有100万人来做，不赞同？连机票、船票都限了。哦，这假博士啊，不够赞的。”煮完那个苹果就切了一口，这个苹果切了这一口就是又被中国人吃掉，不然它是整个苹果啊，美国人就是撒了这一块苹果，就很气中国人，这个苹果被中国人咬了一口，这样哦，黄种人哦，在做奴隶做几千单哦。因无感觉因是奴隶，这曼德拉吼，伊一个就知啊，伊去到美国哎，我们黑人为什么要当奴隶啊？要求林肯要解放，对不对？林肯一把他解放以后，哦，黑人是非常痛苦呢。啊，那倒有，阮本来拢有大，有地当大。有工会当我做，搁有地当我食，啊！你甲我解放要创啥？你甲我解放了后，却无工会当我做嘞，无地当我做，无当我食嘞。所以吼，迄阵啊，欧人啊，一直要暗杀林肯，什么玩意？我们好好的，你叫解放，跟咱中国人，中国人，你甲等于解放了以后，你会不习惯。奴隶要救起来不简单，原因在这里。黑蚂蚁啊，很善良，哦，到处很认真去找食物。红蚂蚁
很聪明，我把你杀死，把你的体液啊涂在我身上，你的子孙呢就通通在为我找食物了，多棒！我就伫敲卡恁喙烧着啊！这人拢知影什么是奴隶。曼德拉也知影，一中国人，中国人最后在想，恁知影在想，叫做犯官，官哦，中国人最多这种官的，尤其皇帝最喜欢任命他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些犯官哦，没有子孙，我告诉你，这些犯官哦，尽量去贪，贪越多越好，哦，通通贪，每一个犯官都贪很多，对不对？他贪多了以后，你没有子孙，变谁的？当然是我皇帝的，所以皇帝哦，很喜欢任命这些宦官。哦，太棒了，有这些人帮我来找钱了，再多都有。所以中国人哦，这个宦官哦，他的功夫是第一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都练《葵花宝典》，对不对？《葵花宝典》一练成功了，练此神功了，天下无敌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做犯官的好处。这些犯官哦，不是干清国才有呢，大明帝国、大汉帝国、大唐帝国，拢有这些犯官。这些犯官偌赞的，通通是在享受岗位。啊，这些皇帝就是靠他们起家。这些皇帝啊，没有一个是中国人。这些宦官啊，这些东汉啊、唐啊、明啊、秦朝啊，这些东西有名的、哦，尤其咧这个叫小李真。我的小李子想出名，这德林作家，伊在伊的册内底写，伊讲伊的老爸甲讲，我们不是中国人，但是哦，却是中国人的主人。所以你要知影，什么叫做中国人？中国人就是狼的奴隶。这些鲁迅哦，这个一讲啊，这名言啊，中国人是很容易变成奴隶的，而且啊还很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口饭吃。你如果没有当奴隶哦，连饭吃都没有，这个是中国人。来，你讲。美国人的教育哦，小学的怎么？小学生是咧佚佗啦，诶，老师带去参观倒位，去看倒位啊，去佚佗倒位啊，对不对？甲国中嘛还咧佚佗，啊，若是台湾咧，台湾咧，从幼稚园就开始甲你教，教波波波波。开始给你奴隶教育，给你填到田野啊，填得你满脑子都是中国，把你填成24孝，让你孝不停。那么不，你会觉得我如果不孝哦，会千夫所指呢，会变成猪狗不如呢。所以你现在不敢说你不孝，我很爱我的父母，但是我不会孝顺他们，没有用的，就跟人家该谁不好的，因为我再爱父母，我一点孝顺都没有，会不好的，人没人要信你，
伊讲你不孝就是不孝，这就是中国文化厉害的所在。我比较特别的强调，要爱父母啊，要爱你的兄弟姐妹，爱你的丈夫，爱你的妻子，你不要孝顺你的父母啊。你的父母啊，很缺安慰他命啊，你要孝顺，一定要买给他吃啊。你父母欠了2000万哦，你一定要去银行抢个2000万给他，要孝顺一点啊。应该你讲那是愚孝，愚孝不是孝吗？所以吼，很多的观念要搞清楚。人中国给你教遐，拢当作是真理；中国给你教遐，拢歪理。这当。甲你读啊，你根本哦，嘛唔知要安怎解读去啊？要解读外简单嘞，哦，咱要解读遮侪东哦，台湾人嘛会袂醒嘞。叫伊办一张身份证吼，伊讲嗯，你张假，咱中华民国迄张才是假的呢。迄张顶头印恁爸母的名，有印恁家的地址呢。迄要找伊是改变的，迄张才是假的呢。一个圣经顶头一个大人物叫做摩西，摩西伊阵啊要带领以色列人吼出埃及的时阵，遐以色列人嘛就拢在做奴隶，伫埃及在做奴隶。伫埃及在做奴隶的时阵，伊嘛是做得真欢喜呢。拢有通好食，有通好住呢。从头啊开始，摩西甲因带出来时，吼，大家足欢喜。哎，唔免阁做奴隶。唔过啊，带去到旷野的时阵，第三天尔就骂摩西啊。阮伫埃及做奴隶是足赞的呢。有通好食，有肉通好食，有水通好啉，有通好睏，有通好住，有工课通好做呢。你甲阮带来旷野是连食的物件都无呢。连啉的水都无呢，你甲阮带来遮要创啥？摩西哦，哇，足痛苦的，去骂上帝。啊，你甲阮带来遮是要创啥？遮600万的奴隶哦，今仔伫埃及哦，是完啊，拄开始哦，就是讲哦，真好势，做奴隶哦，做惯习哦，会惯习。这个奴隶吼，把伊救出来了，伊会骂你嘞。敢若台湾人同款嘞，你甲救出来，伊会骂你嘞。你甲讲咱毋是中国人，伊会骂你嘞。哎，啊，你著死中国死，啊，你祖先从中国来。所以吼，要搞清楚，因这个奴隶。请他要甲救出来，啥物？埃及的法老王是袂答应的。哦，那还简单，你600万的奴隶要甲我出来走，啊，我这会当同你叫啥物事？所以哦，法老王不同意呢，不同意啊！摩西啊，要求上帝，要安怎？上帝甲摩西讲哦，足简单，我刚在伫埃及，予法老王啊。良心，伊才会放恁走。结果啊，放下这几个奴隶，放下这个灾祸以后，这十个灾祸，法老才甘愿放遐个奴隶出去呢。其中有一个灾祸，最后这个灾祸叫做长子之死。伊讲啊，你若唔放阮以色列人出去哦。我要将埃及地哦，所有的长子通通杀死，连畜生都一样，畜生的那个长子也要杀死。法老王不行啊，结果啊，法老王的长子死了，长子死了才放人出去。啊，迄阵啊，摩西伊甲上帝讲，嗯，啊，阮。那个犹太人、以色列人啊，
嘛有长子呢，我嘛住伫伊诶埃及呢，阮诶长子毋算拢完了爱死。耶稣派天使啊，甲讲，你们要在你们的门啊上面用羊血画成门框红的，有没有？要涂羊血，就可以避过这个灾祸。所以，这个风俗涂羊血，这个一直传到中国来，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门脸。中国人很聪明，但是只有贴红纸条怎么会够呢？法力不够了，一定要写上咒语，才会显灵。中国的门脸就是从这里来的。你这么演变到香港都在，哦，一点门脸哦，香港哦，嗯，考试不作弊啊，明年要当学弟，宁愿没人，也不能不及格，一定要过，这就变门脸的人，各位，我爱的人啊，名花有主，爱我的人啊，惨不忍睹，命苦，也无脸对人民。这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，什么天真岁月人真少那个假的，其实这个文化为何来，就是为埃及那过来，为阿拉伯的世界由丝路传过来，传到中国来，丝路就是以前中国人做养蚕的知识啊，外销到阿拉伯世界，外销到阿拉伯世界的时候，因将因遐文化完了外销到中国。那个陶瓷啊，外销到阿拉伯世界的时候，外销引进因的文化，不一样。所以啊，因这中国的历史哦，拢是假的。这个历史哦，你唔能解释讲，哦，它真正有5000年的文化呢。也文字哦，发明才3000年，历史哪有可能5000年？上简单的咧，讲阮阿祖就好啦。阮阿祖的名我都袂记得起来咧，你有法度记1000年吗？所以哦，唔通相信伊的历史，伊历史拢假。尤其这個，什么叫做历史？历史就是要见往开来，要见察以往，才能开创未来嘛。啊，你的历史若是假的呢，你怎么会有未来？所以中国人啊，根本就没有未来。对啊，这个叫做秦始皇啊，啊，这个叫做汉光武啊，这一个历史。啊，这两个是双胎，是双胞胎啊，这个好巧呀，这就是历史。那安尼了，你搁查其他的方面，嘛星座要讲，哦，因为方面拢星座要讲，因为拢双胞胎。其实啊，较早。恁会晓行棋的人，拢知影楚河汉界有无？啊，汉是倒一边，楚是倒一边。恁捌了解过无？汉吼，就是庄稼的迄边。啊，楚吼，就是苏阳文这边。苏阳文是讲河南话，庄稼是讲北京话。你来了解一下，哦，楚河汉界要搞清楚。啊，楚国已经叫消灭起来。以前秦始皇的时候，秦始皇是中国讲头一个皇帝，人家对始皇开始做皇帝了，干做15年的，做15年的皇帝，有法度起这水的长城。那这个长城啊，讲起1万里啊，
对啊，这曼德拉去看，哦，这些有够伟大，规划的家道，啊，这变哪比啊？人这种长城连铁窗都没，都有法度关十个亿啦，有够赞。这个奥巴马去看，嗯，怎么会有人笨成这样呢？围墙盖那么长干什么？二房宫，秦始皇一直要提二房宫嘛，结果他的新朝代拍好伊个，放火甲烧掉，拢总烧七天，七暝七。其实中国历史就是安尼，所有朝代我只要拍烂你了，你的皇宫你的一切我拢甲你烧掉，电起我死。所以中国吼，除了万里长城无古迹啊。嘿，万里长城是火在咱石头起的，啊，若无安怎烧的？电视有做一个兵马俑，十五年尔，啊，你来看中国看偌惨，十五年我都开这多钱。中国历史，中国吼，每一摆战争，我都先打你啊！这你只要打一下吼，什么叫做家乡之土、蓝天之土哦，它就会偷偷列出来。Google 很快哦，现在很方便。你只要打一个什么常州之土啊、长手屠杀啊、无锡之土啊，这样每一摆战争。龙屠杀，人家其他国家没有嘞，其他国家战争哦是军人的事情，跟老百姓没有关系。你中国不是，中国若战争，这个城拢给你抬掉，换我的人哩，哎，城就变我的。所以中国的国家吼，安怎讲，国吼，就是要用武器杀人灭口。秦始皇不是中国人，你知道吗？秦始皇是羌族人，对吧？按大楚，楚国是百越族人，隋突厥人，唐越李世民啊，伊是鲜卑人。大元哦，这全世界拢熟悉伊哦。大元就是成吉思汗。成吉思汗哦，这个人做伟大就是哦，打到欧洲去，吼、哦，全世界拢来，哦，这个人打到欧洲来，灭四十几个国家，中国人老伟大的，哦，马上叫伊太祖，哦，这成吉思啊是我的元太祖，哇，啊，那伊孙我的元世祖，蒙古人敢会讲伊是中国人？蒙古人伊就讲，我都无咧衰，你中国人是把我打败呢，我会变中国人。所以人全世界拢在笑中国人，哎，那什么大元元朝啊，那是灭国史。元朝是蒙古人的朝代呢，那我那个成吉思还把他称汉。哇、哦，这很顺呢。家吼，尤其吼，你们自己 Google 一下，看看什么叫做成吉思汗。哎，现在 Google 很方便。家吼，拢足简单。现在所有皇帝吼，中国所有皇帝，无一个是中国人的。但不过吼，中国人拢来叫太祖。所以啊，要了解你自己的心思，不要变成龙的传人啊！龙的传人不是那么好当的、哦、首先呢、啊，你必须要先练葵花宝典，
可以要法典一定要念啊，这样才能成为中国人。好，那今天课公开讲，好，谢谢。
演讲了，吃吃嘞，哈。来，过来，来演讲，你过来。